好，这时候来只小松鼠偷吃一下。那你赶紧化身一下小松鼠去偷吃一下。这你难倒我了，这么多人我是不能暴露身份的。Amber 说是枇杷，但是我感觉像是葡萄。什么桃？就是枇杷吗？好，枇杷，好，枇杷呀，枇杷，好好，你们都，那我认错了。还有一颗，哦。吃不到就是酸的是吧？可以从那下去摘一颗。哎。大公鸡吗？这么胖的母鸡，公鸡，这是母鸡啊，这是。你有鸡冠呐？母鸡也有啊。我母鸡啊。真的吗？我从小的认知是只有公鸡才有的。公鸡鸡冠很大的，你看它鸡冠小，它就是母鸡。那你可以跟它去深刻的友好交流一下。对。他说他是公的，公的都已经活在这里了，公的都已经被杀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母的能下蛋，公的没有用。公的一般好像只有几十只会才会配一只公鸡。哦。那说明公鸡值钱了。不值钱，公鸡在小鸡崽的时候就被杀了，就做饲料了。养一只公鸡，这还有一只母鸡，这个肯定是公的，这个这么瘦，薄荷味的巧克力吃，哈哈哈哈哈，来，哎呦，哎呀，这里有个卫生间啊，还有大气测量，大气监测站，就刚才，对，就刚才那个鼠那个负离子的那个人应该就在上面。在上面一览台武夷第一峰。拿根吸管给我。武夷第一，有吸管也不够，我都带了那个吸管了，但是我够不着那个水。有几根？开玩笑的。拿个瓶子下去打瓶水喝。你上不来，关键是能上来我一定打了，但是我想换个地方打，因为这个不是有那个叫啥来着？这个地方我不敢，这个地方我不敢下去。我去，你注意安全。哇。哎，这就有点像玩游戏，他发现了隐藏的那种。我觉得我是那个，你就站那好了，你就站那。超级玛丽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一块砖，噔噔噔噔。看我，看我。那一会儿你给我们表演一下钻水管。哎，不是漏柜吗？漏柜船。好。没看到这哪儿长了肉柜啊？就这个吧。哪个？它竖在这里，应该就这个树吧？可以。是这个吗？啊，肉桂是个树吗？灌木型的。哪里有肉桂？我给你们摘一下。那是旁边。哪呀？哪里有肉桂？肉。知道呀，它竖在这里呢。哦，肉桂。肉桂是他们的茶呀，他们有一个亭子。估计这就是肉桂。你能下来吗？哪个药啊？不要！别！我们不要采摘园区的东西，回头被抓到了不好。无量寿佛是什么？这里也是一个那个佛教圣地吗？嗯。别，一会儿你再看看，你在武夷山就出家了。可以的。就地剃度。好多字啊，这山呐！哇，又开始爬山了。穿越了。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啊！我原以为已经进入了 easy mode。应该要爬一个山坡，然后从那再下。我想上去泡泡水啊！你要想下去，你就下去，然后我们把你这拽上来。对，不危险、啊。是有点危险的。不好上那个。对啊，不好上。你要想试试，我们可以把你顺下去。明天这样，这水我水，我脚也，我鞋子也不是那种凉鞋。嗯。
没有，他竹筏太大了，你看坐坐坐坐。哎呀，这个，那你们要是带有小朋友的，可以带小朋友就比较好玩，可以小朋友下去。那么高的山峰，他爬不上。你不要小瞧小朋友啊！哎，这里又有，终于有路牌了。是不是可以不用爬呀？咱们都爬上去。但是出口是这边。爬吧。爬吧，我们时间不够的玩这个栈道了。前面你看又到了另外一个洞。哦，桃源洞就是这个，就是说有先还是腰的那个洞。好像我们登顶就是太松了一口气的，就够了。哎呦我去！你看你的鞋穿对了。哎呦，怎么又变成这种路了？腿都开始酸了，我感觉。这是出口啊，只能往上啊。能往上走，还好你刚才没有采摘，人家不让采摘。好秃了，你是瞧不起游客还是瞧不起武夷山？还好了，还好了。下走了。对的，我们要下去了。没事，后面给你们说一下，知道吗？你们非常是的，现在不方便了。后面走了，后面走了，期待自己。好。你注意啊。哎，这个下山的道还是可以的。
可能爬的。不会是你要想你，你要想你爬上来，你还得扛着它。那你更厉害。没办法。哎，你就只顾你三脚架。等下小孩说饿了，他现在就饿了，他就要吃。等下说渴了，他现在渴了就要吃。你要是什么都没有，这个还有什么办法？能不能打晕了直接扛走啊？要那种大一点的，可能还好吧。初中生还好。对。小学生，刚许愿是不是怎么样？我看他一路都在哭。许愿了，还不想上来，然后海下对啊，你看小学生都这样了，更何况我们是幼儿园。对啊，然后海家在那里气得要死，走就看他们，对，他们就在那里看松鼠，你看学员哭了，他好像害怕，都看高了，不知道。这小孩就这样，所以呢，像我这样，像你一样的单身狗一样过来玩，多么的快乐！哎，没有娃的日子太快乐了。小孩是一个注意，特别。对，不要随便走，不要随便走。单身的快乐。没事，我自己也放心。小弟看起了什么奇怪的副本？那不行，那不行。慢慢走，慢慢走啊！明天还有两天了。好奇怪呀、啊，这里有个二维码。扫出来是什么嘞？哦，是不是它有水挡到了？擦一擦，擦干净了就好扫了。有结果吗？哎，好像识别到了嘞。什么东西？树的。树的这是讲这棵树。什么树？什么整株树全景无害化处理拔桩全景图编号？这个树桩的编号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树上有个二维码。扫出来以后是它的。是它的介绍。什么东西嘞？是这个树桩的介绍。已经被砍了。是的，就是砍后留了个二维码在这里。就是个生产的生前的事情。什么树生产？就是他辛辛苦苦生长了那么多年，然后经历了怎样的痛苦，伐的过程中多疼，连麻药都没打，然后伐的过程中还听到两个伐木工人在谈论他，哎呀，这棵树怎么这么不好砍呢？怎么玩呢？我们说一说每个人的配方。每个人什么？第一个问题，你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？对，先说。我最喜欢的水果是，我什么水果都喜欢吃，怎么办？最喜欢的，选一个。没爬。我最喜欢西瓜。差一点说了，我想到这个。你喜欢西柚吗 ？No。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葡萄。哦。我喜欢樱桃。椰子我就送。哦，椰子。哦。下一个问题。为什么没有喜欢西柚的？是你选了椰子而已。有人喜欢西柚，我们就可以西柚 tomorrow 了。那你想说的是啥？西柚 tomorrow 不是金针菇吗？啊，那 I want to see you， 我要两个西柚。哎，你们拍一下那远处的那一个地方好不好？我拍我的手机。你的手机可以啊、哦。你要哦，你要哦。好的，我知道李李的意思了。所以你们看，刚才我们车上有人，很专业啊，在膝盖的下方是。有那种护膝的，就那个小的，像一个手表一样的绑在膝盖的下方。哦、oh。
我估计是不是经常爬山的有一些风队的。好肉也有。管没空。我一那一次安全上走啥，就这样的路啊，爬山的话，那个一线天上呀，就那个。那个高跟鞋，穿着高跟鞋，跟你说，那次他又要去穿高跟鞋，好走的很呢。那好像是没去找。放我这的工位。没事，他们没丢，还在呢。啊！忘了现在还有雨吗？现在是有雨的，你有头发，所以你感觉不到。你感觉到了吗？你还戴帽子呢。我感觉到了，我屏幕上有水。不可能。一共2400，上去800，下来就1600嘛。我下来2000多呀。这在哪里的房子？我靠，这个地方好滑，大家小心。不仅走还滑，小心点啊！对啊，大家小心啊！上面他们撒了沙子。
我去，慢点啊，小心啊，这长了那个什么苔藓。对的，这里小心啊，这里真的非常危险啊。这个弹幕可以提示一下，现在可以呼吸啊。是的呢，哎呀，我现在完全不敢回头，这个路太可怕了。但是我重心不太稳，所以我一直比较害怕下山的。你这个鞋的问题。我不是鞋的问题，我哪怕我背包里有一双对的鞋。但是我就算穿了对的鞋，我下山也很吃力的。你还带鞋啊？哎呦，你的这个摄像机像素是多高的呀？哎，这可就是一个正常4K。4K 已经很清晰了。但是我发群里的照片是手机拍的，好吧？不是这个。28，哎呦，腿根疼了，我感觉。我现在腿已经不是自己的，这哒哒哒，回去拉伸一下。你看看人家，还能跑嘞。这都是他老婆，这是还没法比。小孩不怕嘞，小孩住的地。那这么说，我最吃亏啊。不一定，不一定的，打打牌是吧？万一仨人在那开黑呢，对吧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那还有5秒，你还玩游戏呢？我不玩游戏啊，但我知道这个梗啊。他们这三个人来不知道干什么。不，我们下去看到他们的时候，远远的就听到了一声 ，Timmy。哎呦我去，小心啊。嗯，你也累，你不累吗？为什么？
为什么你们先走还没有我发现前面？前面是因为我们到这地方就比较晚了。是哪个地方啊？到瀑布底下。哪个瀑布呀？哇，去，有点吓人的。非常陡啊，大家小心。到底下了，我还在这个，哎呦，阿姨都非常感激上。还有卖大红袍冰淇淋的。
没有记录的。上来了。这是福建的树。还有500米。500米就是4分钟左右啊。绿水青山，就是金山银山。哇塞，那边有仙气。这一座山才好看呢、啊、看一下嘛，这感觉才有啊。天
这就是武夷山啊。